好，大家好，四本烂嘅烂出炉，观众中意睇 Tommy 嘅佢雷诺 3.5 嘅好似 F3 定 F2 嘅赛车，系啊，到后尾啦吓，依、这个系导航镜车手啦，佢水杯就一个啫。嗱，車嗰啲賽車就有分嘅，佢嗰年嗰輪嘅 F1 版，雷諾 3.5 F1， 咁日本定外國咧？因為如果外國真正 F1 唔係呢個版本，係啊。佢會對係兩個人嘅，兩架車會一對係兩個人嘅。唔知佢一條賽道咧，嗬，啲十幾個定廿個，幾個車亂運就得知啦。真正 F1 咧，已經又換咗，年年都唔同嘅喎，係啊，嚟咗 Speed 喎。啊！今届啲 F1 咧劲到超人啊，系啊，啲车都换到咁靓嘅，原来我都有留意啊，啊！死火嗰啲啲咩汽車噴嗰啲火咧就係咁嘅，一去到200幾米咧、300米咧，啲車誒咁噴啊啲油出嚟嘅，係啊，入樓就應該係一，應該係嗰邊，全部 F1 喺曬一度噶啦，係啦，引擎就係入邊啦，啲引擎以前係 V8、V10、V12，而家全部換 V6 定 V10 啦。以前有個 V6 引擎嘅，後屘改咗。好，多謝觀眾，飛飛拉拉拉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